变得灰。等一下，这个字幕，等一下，再一次。哇，这你口气太大了。哎，对，现在都会气息功底得要。都会怪别人了，你知道吧？啊，再一次。长能耐了，长能耐了。不好意思，又怪字幕。再一次。世上无难事，只要有。字幕又错了是吧？字幕字幕错了，我的错。这次人家字幕是很正宗的，往上翻的，好不好？最后一次。最后一次啊，同学们，平时我都跟大家说我喜欢宅在家里面，但是宅在家里面干什么呢？我有太多的事情可以玩了。你看，这个就是我的黑板墙，这套呢是我自己改装的架子鼓。你现在看到我们家蝴蝶兰已经有十几天没有浇水，依然活得这么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给它画了雨水。隆重介绍，人生喜欢给自己加戏的我，居然跟蒙克的呐喊连接在了一起。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，最多的时间啊，除了唱歌以外，就是画画打发时间。因为一个人生活的时候呢，就是觉得晚上睡觉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，我就把家里很多角落都放了月光的画。当我把灯关了之后，你就会发现家里是梦幻的，是亮亮的。这个角落，这是我自己非常得意的一个角落，因为这个是我去六十六号购物的时候带回来的。噔噔，我就是戏精本人。因为梵高的卧室，在我的卧室里面，公主是一定有城堡的，城堡就有个顶啊。本公主要睡觉吗？我要就寝了，你们出去吧。耶。yeah.颖儿本身是学什么专业的？导演表演。哦，导表。导表是在就是出了火车站之后，哎，那卖票。导表，我们行内话就是这么说的。表导叫表导，表导是吧？叫导表。导表代表作有很多啊，《书剑恩仇录》当中的香香公主，《甄嬛传》里的夏冬雪，《千山暮雪》红雪。红雪。那个时候好像稍微有点胖啊。特别胖。啊，湖南姑娘就特别直接。实在。为什么会这么胖呢？那时候吃太多了，我那段时间就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爱吃东西，就每天感觉像打了激素一样，什么都爱吃啊，就是看你什么吃什么。一看导演嘛，啊，吃导演啊，摄像灯光。
摄像。然后每天还喝各种各样的饮料，喝着喝着吃着吃着就变成120斤。120斤。那我现在瘦了，所以呢我就把我以前的千山暮雪的视频、还有照片，然后都下到我的 mini iPad 里面。然后每天到现场最愉快的事情就是，哎，你过来看一下，我以前就做了。我当年是这样，我有效果，我有效果。